这巧了，咱又来赶海了。大风吹草垛都是我的货。刚一下来，发现一个猫眼螺。天气冷了，这种猫眼螺是特别特别的多了。这咋还受伤了？把你带回家吧，收了它。又来一个海五角星，干啥呢？躲着我呢。走，我把你带回家，给你暖和暖和，像不像一个小伙呀？我要火呀！哇塞，又来一个大海中的隐藏高手，你在干啥呢？躲着我，你以为我跟你玩吃鸡呢？你看它隐藏的高不高？一般人发现不了他啊！哇塞，哇塞，哇塞，还给大家表演个才艺来啊！嘿，收了他！哇塞，哇塞，好漂亮呀！又来一个大蛤了，白蛤了。我们当地，非常喜欢吃这个东西啊，煮一下，特别特别的鲜美，也可以下个面条，收了他！又来一个老虎蟹，干啥呢？躲着我，有没有才艺啊？这个肯定没有才艺啊！哇塞，正在直播中，点个星星，加个关注，看我赶海直播喽！快手。拥抱每一种生活。